接下来三善人发大悲啊，所以啊啊，有人来拜访啊，我都跟他加持一下，叫发菩提心，成就无上佛道，要弘扬正法，哎，就是这样。哎，诸位啊，不发菩提心的人是没办法往生的，很难往生的。为什么呢？啊，在净土十一录里面呢，啊，就是讲到啊，就是啊啊，不发菩提心的人。到极乐世界是没有不发菩提心的，如果你造业造得太重的话，到极乐世界去要经过十二大劫才花开见佛，那个要很久很久很久了。所以啊，你今天你在文殊讲堂用功的 啊对对，用功以后啊，当你 啊往生了极乐世界，嗯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菩萨开示，你得说，嗯，这个我在文殊讲堂就听过了 ，easy easy not difficult。啊，这个我在文殊讲堂就听过了，我们上人早就开始过了。啊，你得听开悟。所以我告诉你，你今天你听在这里听见文法，就算去极乐世界啊，佛也是这样讲的啊，会重复的这样讲哦，那更容易理解。所以啊啊，绝对功不唐见啊。那你就有个心理观念呢、啊、是不是啊啊，到极乐世界也要学，在这里也要听啊，就干脆早一点听了，哎啊，那你就会有引起你的兴趣了啊。这三圣人呢、啊、发这个大悲愿，愿是什么啊，这个愿的旁边的写个愿度化有情，愿度化有情，这个愿就是要度化有情啊，发这个愿呢、啊、哎，非愿就是你度化的友情也都是因为缘起法而发这个大悲心呢、啊、缘起法本身也不可得，所以也无所谓的发大悲愿度化友情这个啊法。说愿即是三圣人发大悲愿度化友情，虽然发大悲愿度化友情当体即空，因为是指因缘所生啊，所以也是非愿即不可得。三轮聚非三轮，三轮聚啊啊，这个三轮呢 啊不是我们啊台湾呢五十年前那个三轮车了哈、啊，不是那个三轮车啊，哎，这个三轮呢、啊、是指布施的人，还有接受布施的人，还有所布施的物，所布施的物，施的人，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中间所布施的东西。啊，当体即空，叫做三轮体空。如果找一个三轮体空，那么就变成不对了啊！因为啊，施者、受施者、所施之物本质空寂呀、啊，更不必带空而空啊。所以啊，三轮体空当下就是空，也不必特别的再找一个空，所以叫做非找一个，非就是不着于三轮体空，这个用不着于，那么就比空性啊解释的更清楚，就是啊施受啊，然后啊所施的人叫做三轮，其性本空，但是也不能找一个空，不能找一个三轮体空，所以不施受者所施之物本质空寂，更不带空而空啊，所以也不能找一个三轮体空的思想啊，因为发愿要度众生是很容易找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诸位，如果你今天你来文殊讲堂修行念佛也好，包括星期的诵经也好，如果找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简单讲，你的修行的层次是很低的，你只能讲你有善根，更何况啊啊，有的人呐 啊状况不好啊，有这来扰乱僧团，那么这个、啊、就罪是很重的啊，他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说我这种行为其实啊是伤害了僧团，不知道来到文殊讲堂啊啊来修行，只要你诵经离不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么你这个修行啊叫做结缘。结缘啊，结缘啊，来到这里，无论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普佛
啊，星期六楞伽经，星期天的楞伽经这个课程，你都一定要彻底的铲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才对的啊，这样才对的啊。那么你的修行啊，就叫做高层次的修行。接下来129页注释，所有具非所有具，所有就是所得，指三圣贤圣至所证得之理，以三圣行人啊，以无漏圣道，皆各有证得，因此有所有具之理。而彼所得之理，亦即非得，以一切法唯心现故，本即无是，今也无得。什么叫唯心现故啊？啊，你建立了小圣、中圣、大圣啊，一佛圣都是心显现的出来。你讲四谛法、十二因缘、六度，还是心所显现出来的啊？空无自性啊，这些名相啊，啊，真实义都不可得，唯是一心嘛。所以本即无是，今已无得，且性本自有，非正而得，故立非所有具，令入无修、无正、无得之地。为什么只是这个？这个最主要是要开展你赤裸裸的清净自信，没有任何的造作，叫做妙性天然。禅宗有一句话，天然的妙性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妙性，而且它是很自然存在的，就是无修无证无德之地。这句话在说明妙性天然呢、啊，但是因为众生他不会用啊，向善知识乞讨这个法，哎，如果他会用，当体契入诸法空无自性，即证无修无证无德之地。所以啊，在《金刚经》里面讲啊，释迦牟尼佛啊，悟诸法无所得，所以燃灯佛受记他成佛。如果诸法有一法可得，那么燃灯佛就不会受记释迦牟尼佛，你将来啊会成佛，叫做释迦牟尼佛。所以悟诸法无所得，就是究竟义。愿具非愿具，三圣贤圣呢，以及所自证得之理，发大悲愿，度化有情，所以有愿具之建立，而此愿实即非愿，以一缘生故，无有自性，不可取着，故立非愿具。另以悲愿也不住着，三轮具非三轮具，悲愿既立啊，须体证三轮体空之理，方能广为法师，大做佛事。为什么要体证三轮体空之理啊？啊，要不然诸位你做不下去啊！你没有听过吗？没有大悲心呐、啊，难以度众生呐、啊。因为度众生，这众生很烦的。你不是给他真理，他就要有时候他捣蛋的。有时候你讲这样子，他就跟你唱反调的。哎呦，这个众生很难度的。在座诸位啊，你们家就有好几尊菩萨要度了，你就是度不来，就是度不来。诸位哦，要度你的老公，一定要请侧面旁边的人讲。度老公有两个办法：一，请旁边的人讲；二，自己彻底的改变。不跟他对着干，彻底的改变你的习气行为。我从前起做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男人呢、啊，因为你跟他吵了习惯，就说：“哎，我这个老婆这么三四年都不跟我吵架嘞，那还一点很柔顺，这是啥力量让他改变这个嘞？我也来瞧一瞧佛法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哎，你就度他进来了，对不对？你一天跟他啊吵架。啊，你没办法度他呢，度老公只有两个办法：一，叫旁边的人讲一下，从侧面呢，轻轻的拍打，轻轻的拍打，还重的下去，他会反弹哦，还不能太重哦，这下手不能太重哦，对不对？这第二就是从你改变开始，我把他变成一个非常娴熟的家庭主妇，全职的家庭主妇，你回来我饭都煮好了，你看看你有什么话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房间我都打扫好了，看你有什么好，所以我就是不跟你吵。哎，你坐在旁看电视，我就跟你坐着，我心念我的佛，我也不跟你对着干，也不跟你吵。哦、那来了三年四年，哎，他就会觉得我这个老婆真的不一样。所以啊，要度众生呢、啊，还没有那么简单。那师父呢，哎，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很惭愧了哈。我还是一句话，众生很难搞定了。真的很难。那么我度的呢，大部分都是很有善根的，他自己来做的，我没有叫你来哦，是你自己啊坐在底下的哦，这个就比较好度了，一个自己来，跟我没关系啊，自己来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可是家里的老公跟老婆就很麻烦了，对，每天要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哎，早上一睡醒就看那个国字脸。还不晓得该怎么办呢、哦？哦，所以度家人很难。就当时候啊，当时我要出家的时候啊，没有人赞成，对不对？家里人就说：“我们就想不通，你这个这么高的学历，让你读这么多书，对不对？啊，也是林家，我们姓林呢。”啊，一个期盼，希望意思就是要赚大钱啦、啊，要搞一个大事业啦、啊，要传宗接代啦、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就不用了、啊，对不对？啊，大姐结婚了、啊，三个哥哥总共生了八个就够多了，就不需要我们用这个了，对不对？何况我这种身材啊，不适合啊奶奶传宗接代，因为我生怕生出来一点点啊，放在口袋养啊，也不好看。因为体积太小了，对不对啊？我以前啊，那个爸爸碰到我妈妈碰到，就说记得哦，你一定要找一个170以上的才可以结婚。我去哪里找一个170的啊？是不是？他说你这个一点点啊，可以拉高你的儿子女儿，就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不是纯纽西兰品种的，不传也罢。哎，因此就把它断掉啊！和尚不结婚，万子千孙呢、啊？啊，反而更好了，是不是？啊，反而更好。所以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大悲心呢、啊，你很难度众生。从出家以来到今天，我只能讲一句话：顽劣的众生很难搞定他，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那种顽强的自我意识，你很无奈。但是有的众生呢、啊，很有善根呢、啊，追着你跑，真的、哦、真的、哦，对不对？啊，有的人呢、啊，在睡觉的时候啊，哎，他也不认识师父，他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要何去何从，然后哎，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慧立法师，他说：“哎呀，这个慧立法师到底是谁呢？我一辈子到底是谁？因为他也是门外汉呐、啊，出现虚空当中也金色字的啊。”第二天来找我说、啊、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我昨天的梦到那个慧立法师是金色字的，可是我不认识，我问了我的媳妇，媳妇就说、啊、那个就是高雄文殊讲堂啊，你去找他啊。那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他说呀，我呀想要找到真理。我说你哪来的？我在台北来的。那你以前有信佛？没有啊，我是天主教徒的呀，我信了20年的天主教。说哇，这个天主教徒上帝没示现，你还佛陀示现，慧立法师四个字，是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这样，后来的皈依了。接下来三轮啊，就是菩萨一布施的时候，不见有施者受者所施之物，也就是无能施所施啊，敏捷能所之相，范为净坦波罗蜜。来，坦波罗蜜当然就是所谓的啊，布施啦，清净的布施之道了，啊，否则一世之时啊，稍存稍息的能施所施之念，施己不净，不得为坦，更不得为波罗蜜。故菩萨一世之时，必须三轮体空，方无所挂碍，故有三轮聚之力。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受布施修行的人是这样没问题哦，但是布施的人还是要稍微注意。我们以前的清净广化律师啊，他就说佛物不能拿来做法务用，比如说
你这个人家要布施佛像的钱，你不可以拿来印大藏经，这个不可以的，这个犯戒的。人家要印大藏经，你不可以来说我要供身，这个不可以，三宝物不互用，哇，那这个很严重了啊。所以律师就这样谈，就说如果人家说这个啊要买牛奶的共生的，你就不可以买豆浆。哦，那这个这怎么得了 啊那有一个居士来啊，有一个居士来就供养了2000块，那2000块慧律法师供养给你喝豆浆，我打开2000，我就觉得很可能，你能不能不要限定喝豆浆啊？可以买别的吗？哎呦，你那个2000块都要买豆浆啊？圣，我这太交代，你就必须要这样做。哦，这个交代着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就是很麻烦的，2000块都要去买豆浆啊？这个不要这样交代啊，对不对？啊，哎，那就说，哎呀，师父，那我应该怎么讲？就是供养的时候，你就说，师父，给你处理。啊，给你方便处理哦，那就很好了。我方便处理，对，可以买牛奶，可以买豆浆，可以买中秋月饼，可以印经典嘛，就方便处理嘛，对不对？所以连这个布施的人一定要很注意的啊，注意的。接下来啊，然此三轮本非三轮呢，以施者受者所施物三者本之空故，更不待空而空，是故此三轮者非三轮，故名三轮。因此有非三轮句之建立。130页，有三轮亦可作身口意三轮，为身轮现通，口轮说法，意轮见机。然此三轮以实际理地，诸位也无有少法可得。什么叫做实际理地啊？实际理地就是究竟空寂的处来讲的，究竟处来讲的话，佛的究竟处叫做毕竟空。从毕竟空的实际理地来说，究竟处来说是无有少法可得，因为万法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啊，送来的所有的礼物脆微微尘，也无所谓真实的礼物，也没有布施的人，也没有布施的对象，因为脆微微尘，布施的人这个色身是微尘相所构成的啊，接受布施的人也是微尘相所构成的，布施中间这个礼物包括金钱也是空无自性，也是颗粒微尘啊，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美金也好，那一张纸难道不是空无自性吗？接下来第三行，相聚非相聚，以发愿度众生故，所以即意有众生、我、人等四相，也就是众生相、我相、人啊、人相等等四相，所以立这个相聚。然此四相亦系皆无自性，诸位，皆无自性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啊，诸法系皆空无自性，简称空性。空性什么意思？求其体性不可得。比如说你一个人，那么你呀 就把它用解剖的，把它解剖了，哎，你找来找去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比如说你一头牛，这一头牛啊，哎，去屠宰场啊，把它解剖，你找不到那个牛的牛相，你找不到那个牛的真实相。永远存在的真实相，这个牛一解剖，骨头啊、皮啊、血啊，怎么样啊？你空无自性，牛空无自性，人还是空无自性，叫做空性。那、比如说一个人呢，死后呢，火化啊，剩下骨灰啊，那骨灰，那么那个人，你说那个人呢，在哪里啊？叫做空无自性，所以有非相聚之力。哎，空无自性啊！接下来130页第五行，有品句非有品句，句句非句句，
缘至甚至现法乐具，非现法乐具。这句有很复杂的解释啊，初学佛法会听得晕头转向的啊，但是我尽量讲的让你听得懂。这个有应该是底下包括无，所以这个有的底下要有一个括弧，无包括无。有品具，意思就是这个有品就是包括有品还有无品。哎，简单讲，一讲到这一段有，它就包括无，这有品具啊。因为啊，一切外道啊，啊或者凡夫啊，不是找有就是找无，或者找亦有亦无，或者非有非无，我们称为四句，为能生万物之二见。外道不是找有就是找无，要不然就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为能生万物之二见，所以叫做有品具，就是有无品具啊。这句话就是佛啊讲外道不是找有法，就是找无，这个法具就是法吧，有品具就是有法，无品具就是无法。接下来，非有挂后无啊，非有无品具，有其实不可得，啊，无也不可得，所以这个非字是啊。啊，否定两种，就是否定有还否定无，就是非有无品。因为外道找有或者找无没有道理的啊，它是空无自性的。因此啊，佛叫人要离外道的有无品。接下来句叫做亦有亦无啊，注意还包括非有非无。具就是两种同时存在，或者两种都否定啊。具就是有跟无同时谈，那么亦有亦无也是有无，非有非无还是记住有有无。所以这个具啊，包括亦有亦无，包括非有非无。注意啊，这里要特别注意听哦。亦有亦无叫做外道疑惑不定，疑惑不定，哎，说有，嗯，好像同时存在无，这个无又好像同时存在有，他跟佛讲的有当体即空那个非有是不一样的啊。有空无自性叫做非有，无空无自性叫做无，叫做非无，这个心境是不一样的。他讲这个亦有亦无，这个心是什么？充满着疑惑。嗯，我看了万法应该是也有，同时也没也无。见到暂时的短暂，他说有。嗯，不过我又看到了败坏，也无啊。哎，也有也无，这个叫做充满着矛盾，充满着矛盾叫做亦有亦无。那、啊、接下来啊，非有非无。这里要特别的强调一句话，这里讲的非有非无不是佛的正量的解脱境界，那种非有非无是拿不定主意啊。这个非有非无从哪里？从亦有亦无这条路不通，转过来，嗯，亦有亦无被佛所呵斥破斥，又转过来找，嗯，非有非无。所以这个非有非无跟佛讲的非有非无那个心境大不同。佛讲的有啊，当体即空，空无自性，这个时候叫做非有。你找无，佛就破斥你，无也是空无自性，所以叫做非无。这里不是哦，这是两种同时存在啊，非有非无，这个时候就是充满着 疑问啊。有，嗯，我看哦，要讲这个世间有嘛，也不能讲有啊，所以他这个疑惑不解，嗯，找一个，嗯，应该讲没有才对啊，说没有也不对啊，因为还是存在啊。哎，他又
一个也不能讲无，也不能讲有，内心里面呢、啊，疑惑不定，充满着矛盾，充满着不解。为什么讲非有非无？是一正，因为一有一无这一条路走不通，所以转过来变成一个非有非无。这个都不是佛陀的正量境界，所以这个句就是有跟无两个角度同时讨论，就是一有一无，包括非有非无。接下来就是非句句，非句句。什么叫做非句句呢？啊，就是非非掉，这个非字保留，非掉一有一无，非掉非有非无，这个非字破出外道的一有一无，破出外道的非有非无，所以叫做非句句。简单讲就是非一有一无，非非有非无。为什么我要停顿一下让你知道这个非字是在破除外道的一有一无，还有非有非无。因为有无一有一无，非有非无是外道的恶见。如果能够离四句，注意听哦，如果能够离四句绝百非，就怎么样？缘自甚至现法乐句。这个要特别的解释一下，缘就是依于依靠的依，哎，依于自甚，就是中间加一个觉悟的觉，自觉甚至就是仰仗于依靠自己觉悟圣人的智慧，依于自一直法一直莫依一直嘛，这个缘不当作外缘，当作依于啊，仰仗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觉的圣人的智慧，现法了。这个现是什么意思？现是当下具足法上的喜悦，就是当我们开发了仰仗于自己，甚至当下具足一切法的喜悦。这句话就特别强调，一切佛弟子当以法为乐，不应当以五欲六尘为乐。诸位，以五欲六尘为快乐的人，那个人痛苦就很快就会来临。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开采出来啊，自觉甚至，所以他没有法的喜悦，没有法的喜悦，就仰仗于五欲六尘，拼命的啦啊，赚钱挣钱，或者是年轻人啊，拼命的交男朋友，拼命的交女朋友，以为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结果你看看，男女朋友因为要分离，你看死了多少人？你就在台湾这些年轻人，死了多少人？男女因为感情的问题，多少人跳楼去自杀？所以啊，哎，这个哲学家就告诉我们了，恋爱中的男女啊，你就当他是疯子，因为那个道理讲不通的啊，道理讲不通的。比如说啊，你儿子啊，或者是女儿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哦，那个不是你能阻挡的，你能监督可以啊，哪有你怎么挡呢？对不对？把爸爸妈妈变成是仇人了、啊，是不是？你太不了解我了。然后要他等到这个女儿啊嫁了以后啊，大肚子啦，生儿育生了两个了，你当姥姥了或者当爷爷了，这个女儿啊就会在妈妈面前啦、啊，哎呀，我当年呢、啊、太冲了，不能理解啊父母亲的这颗心呐、啊，哇，他手啊一定要抱住自己的孩子，才能体会啊父母的心呐、啊。所以啊，那个那年轻的男女啊在谈恋爱啊，那个几乎失去理性的。失去理性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谈的，啊，没有什么道理可谈。这一关呢，是宇宙当中啊最大的束缚，是修行人最大的束缚。那这个又
又无迹可寻，那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执着？对不对？没办法啊！你为什么时时刻刻在想念他呢？啊，为什么？他怎么能够控制？这妄念不断，他不是修行人呢、所以啊，缘自觉甚至现法了，对一个修行人是很重要的。所以自一直法一直莫一一直，师父已经重复告诉你了，这个世界没有真实的快乐，有快乐我会告诉你的，没有的啊。接下来真如本性当中啊，没有一法可立的，怎么可以立一个啊自觉甚至现法乐呢？啊，所以就算了 你建立的这个自觉甚至啊现法乐，当体即空也无所谓的啊，言自觉甚至现法乐，是故啊要空掉它，不能找一个言自觉甚至现法乐，不可以的啊，所以要空去它，不找就是现啊法乐必须要空。那么这个现法乐，这个是简称呢、前面的浓缩了，言自甚至现法乐，浓缩成现法乐啊，所以空掉它就是非，就是非缘自觉甚至现法乐。那么这句的重点就是你的生命当中，诸位，是现在师父交代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生儿育女了，那你的任务已经到一个段落了你只有两件事情要做：一，开智慧；二，了生死。你剩下这两个目标，孩子都长大了，都独立了，你的责任完成了。有的小孩还小，还没有责任，没有完成。但是你记住，牢牢记住，这一辈子不学佛的不谈了。这一辈子，当你责任完成的时候，你剩下两件工作要做：一，要开智慧；二，要拼生死啊！拼生死啊！无你要从啥？我问你呢？什么叫做人生？叫做无聊的重复啊！这句话不是大哲学家讲的，这一句是慧立法师讲的。什么叫做人生？叫做无聊的重复。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大便，你中就菜市场买菜回来煮给小朋友吃，睡个午觉看电视看连续剧累了再休息一下，晚上等煮个晚餐等老公回来小朋友下课回来然后再来晚上太累了洗个澡轻松一下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来着，再看看电视再连续剧，这是没有学佛的人你再来，每天就是这样农历年到了，期盼元宵节，提灯笼，是不是提灯笼，元宵节过了等端午节，对不对？等端午节端午节这个屈原投汨罗江变成有这个端午节的来源，再来又期盼中秋节，这几天又要中秋节的大家已经忘记中秋节那个是什么意义了，就是有奖金可以领有柚子可以吃有中秋月饼可以吃，互相送礼，互相送个酒互相拜访一下，搞个公关，搞个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很有关系搞个关系中秋节过了后呢一直等尾牙台湾呢很重视这个尾牙，就是老板要请员工吃饭呢好了，这个尾牙发完了，就农历年，诸位，早上睡醒到晚上重复，农历年到今年年底重复，叫做无聊的重复，这个就是没有学佛的
无聊的重复啊。哎，诸位啊，如果你今天学佛不一样啊，嘿，学佛就是有意义的生命，能够把悲伤悲痛化作心灵的光芒，把每一个时空活在当下，解脱超越自由自在，那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了解了生命，懂得法的喜悦，这种生命对我们来讲是解脱洒脱自在。最了不起的化妆品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智慧。你为什么老得这么快呢？就是心中没有喜悦感啊，眉头啊皱皱的，对不对啊？每天啊皱皱的，对不对啊？哎，就还没有几岁啊，就干到五星上将了啊，这个通通这头顶都长了梅花了皱纹了。那么如果你有智慧就不一样了。哎，你有智慧啊，我告诉你啊，内在里面呢没有生气，不着有不着无，离世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用大悲心的来面对一切啊，众生慈言是众生啊，福聚海无量，每天都累积着福报，要每天要怎么样累积福报呢？慈言是众生，慈言呢、不是近视言不是散光言要用慈悲的眼睛啊对待每一个众生，福聚海无量哦。你要修福，那要用大慈悲心对待每一个众生，那、最好是你是给他法的喜悦，法的喜悦啊。好，这一段呢，我再把它贯穿一下。外道不是只有就是只无，要不然就是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是能生万物的恶见啊！我解释一下啊，有包括无，佛啊破除外道早有或早无的法，又说虽然是破除其体性本空，所以也无所谓的有跟无，所以非有无品句啊。佛啊也为外道啊。执着了聚就是一有一无，包括非有非无，这个一有一无非有非无其性不可得空无自性，所以也不可得，因此啊就是非一有一无，非非有非无，如果能够离开离世聚绝百非，就仰仗依靠于自己甚至怎么样当下具足法上的喜悦，这个现就是当下本质具足，不离当下啊。这个真如法中无一法可立，也不可立一个缘自觉甚至啊，现法了不可以立这个，因此啊其性本空，因此、究竟无染无所执着，因此啊真如法中无一法可立啊，所以说此缘自觉甚至现法乐，亦非缘自觉甚至现法乐，是故也把它非之空去，令无所着。注释：有品句非有品句，句句非句句，有品与非有品就是代表有无品与非有无品，句句与非句句就是代表句意与非句意，以及双意句以双非意，换句话说啊，换言之，此二对四句，两对哦，四句哦，就是指外道的有无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此为一切邪见之本，以此四句言而为百非啊，此谓以外道之有不知道有空无自性，或者着无啊，无还是空无自性，亦有亦无充满着矛盾啊，非有非无充满着疑惑啊，为能生万物之恶见。后面呢会讲到啊，这些外道的恶见，所以在这里讲啊，还好我没有讲过楞严经，我们讲过楞严经啊，讲到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大家就不陌生了。要是一开始就讲这个楞伽经啊，
那这离世季节百非啊，就很累。故有有无品句，以句异句，句就是亦有亦无，亦就是非有非无，句就是同时存在，有无叫做亦有亦无，亦就是非有非无之力。然此有无啊，句就是双亦，亦就是双非啊，不是啊啊，哎，男女双飞双宿那个飞哦，哎，那个双飞啊是非洲的飞哦，不能搞错了。哎，之法本质非身呢、啊，以渔夫之心妄之而有，故有非有无品句，以非句异句之力，以浅其辞。远之甚至现法乐句，非现法乐句。此句后半段为省略说，前句因为缘之甚至现法乐句，非缘之甚至现法乐句。自甚至者为自觉甚至之简略，此谓修行者于离世际觉百非之后，便能缘自觉甚至而得现法乐住。所以由缘自觉甚至现法乐句的建立。然真如法中本无一法可立，故说此缘自觉啊甚至现法乐，亦非缘自觉甚至现法乐，是故非之令无所着。此对句唐义分作二句，二对至甚至句，非之甚至句，现法乐句，非现法乐句，啊，为意作言内生甚见，非言内生甚见，现法乐见，非现法乐见，这个是译本的不同。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啊，困难的已经过去了，啊，岔途句，非岔途句，阿耨句，非阿耨句。水聚非水聚，阿耨就是微尘了，啊，刹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佛说法一一化现的啊，一刹土无量刹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就是无量刹土了，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了啊。那么这个就这一段就完全跟《金刚经》一样了，我念一遍你就听得懂了啊。佛说刹土者即非刹土，是名刹土。佛说微尘者即非微尘，是名微尘。佛说水即非水，是名水。啊，这个水这一切刹土啊，众生啊皆依水而活命嘛。啊，因为众生的业力不一样，人啊看到就是水啊，啊那么恶鬼看到就是火。啊，所以刹土聚非刹土聚，阿耨聚非阿耨聚，水聚非水聚。啊，那么说法度众生，一一化现刹土，但是其性本空，也无所谓的非，哎，无所谓的刹土化现。阿耨是指微尘啊，佛所说的微尘，体性本空，并无微尘真正真实之相，叫做非微尘，不可说有，但是也不可说无啊。一切刹土众生都依水而活命。那因为众生业力不一样啊，人间为水啊，恶鬼为火啊。在座诸位啊，我看到那个非洲的影片呢、啊，为了那水，就比较偏僻的非洲当然也有水库咯，比较发达的地方，比较发达的地方有水库，但是没有水库的地方，他们要得到一点水啊，就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同时啊，他们三十几岁眼睛就瞎掉，眼睛就瞎到啊，诸位。亚马逊河的人，那些土著最多很少了，当然也有了，很少活过四十岁。这问题出在哪里？这科学家啊，去到啊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河来研究，结果发现最严重的致命问题是什么？是牙齿，没有牙医。因为、啊、他们要制造工具，通常用牙齿啊，他们打猎啊，吃肉，他们都是用牙齿来啃，来啃骨头。结果三十几岁了，
通通没有牙齿，哎，没有牙医啊，他们跟文明完全隔绝，跟文明完全隔绝。啊，再来，在这个非洲啊，你们听过这个伊波拉病毒吗？这个伊波拉病毒，它在非洲的一个村叫做伊波拉，一感染，全村庄通通死掉，没有一个活的，就是伊波拉病毒。听到啊，台语就讲的卡贝尔链起，只要伊波拉病毒到目前为止没有药啊，它这个伊波拉病毒它会消失，就全这个村庄通通死了以后，哎，去查，奇怪，没有伊波拉病毒，到底传到哪里去？再经过几年以后，潜伏的，再经过几年以后，又在哪一个村庄非洲爆发？它一爆发，就全村庄通通死的，没有一个活的，称为伊波拉病毒。接下来131页，注释啊，插图句非插图句，贤圣之人一德源自圣智，现法乐住之后，便得以诸刹图一一化现，说法度松度众生，故有刹图句之建立。然此刹图即非刹图，所以者何？经言：所谓庄严者，非庄严，是名庄严。言刹图者，众言和合而成，故非刹图。百八问当中所说的刹图化，诸佛以刹图化现者，亦复如是，故有非刹图句之建立。从这对法句之前，大多是世尊自己加入之法要，就是句了，句就是法要，略参见一点大会所问。这刹图句非刹图句之后，这大抵是影射或者是反映大会之百八问，也就是逐渐一一建立破斥。阿耨句非阿耨句，阿耨就是围城，一切刹图皆由围城合成的啊，故有阿耨句之建立，以表四谛。132页，然此围城实无自性，故有非阿耨句之建立。水句非水句，一切刹图众生皆以水而得活命，故有水句之建立。难吃水也无自性，由众生业力所感故，如人见为水，恶鬼见为火，故有非水句啊之建立。作为这个水字啊，再提示一下啊，就是现在讲的生物学家所讲的话，就有人呢、啊、到黄石公园，美国的黄石公园呢、啊、去取样，那么在黄石公园那个温度是195度，温度195度，那么这个生物学家因为他要实验啊，就去取样少许的水，就认为这个195度啊不可能有微生物的，这个太热了，你一般的生物你几十度都没办法，195度怎么可能有生命呢？哎，结果回去啊，实验室看了、啊，都吓一跳，竟然有微生物能够在195度还活着。好、哦，所以生物学家就发布了一句名言，就是说宇宙的各处都有生命的存在，它会以各种不同形式的存在。例如说啊，有的人是甲烷液态的瓦斯啊，甲烷 CH4 了啊，有的人是靠二氧化硫，像人类是靠太阳啊，在深海它是靠二氧化硫喷出来是硫咯，二氧化硫以此来支持它的生命。所以这些生物学家说，动植物
是由宇宙当中彗星、行星撞击。简单讲，这个宇宙它是一体的。我这个行星或者是彗星啊，带有这个微生物，它就飞飞飞过去撞击，撞击以后就开始啊养啊这个演化，有单细胞啊，慢慢的演化多细胞啊，两栖类啊，脊椎类的。所以在整个宇宙当中，它的生命是交织的，这是科学家讲的，生命是交织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外太空，外太空也就是说外太空啊夹在的啊大量的微生物啊啊，或者是一些条件够的碳啊、氢啊、氧氮啊、氨基酸，这些经过了因缘和合，条件具足，就演化变成生命。所以科学家目前一致认为，地球之所以有生命，是来自于外太空行星的撞击，这是目前的定论了。所以说有水的地方啊，它就有生命了啊，这是还是有依据的。接下来132页，工具非工具，实具非实具，数据非数据，数据非数据啊。这个工具我们前面讲，一工等于四轴，一轴就是量尺啊，一个轴就是量尺啊啊。那么一工等于四轴，前面有讲过了啊，工是长度的单位啊，凡夫的性啊主要是在于分别嫉妒啊，就是说一种度量衡。哎，诸位啊，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当然就是秦始皇啦 啊统一文字啊、车轨啊、度量衡啊啊。那么工具非工具啊，就是说这个工具啊，我们设定的这个尺寸的单位其实是人定的，也是妄想心，其实它空无自性，叫做非工具。众生的执着四大为实法啊，叫做实具。但是四大其性本空，并没有所谓真实的四大。那四大是一个数目，五音也是一个数目，六尘一个数目，所以这个数据非数据，就是说你讲四大也好，讲五音也好，讲六入十或者六尘或者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些四地十二因缘六度，这些是数据。众生只为实法，于是有种种的数量产生，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诸位啊啊，数学是一种执着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是不是啊？啊，九九乘法也是啊，啊八五四十啊，八九七十二啊，啊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数目啊。但是在佛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哎，一空无自性。啊，一加一也不一定二，二还是空无自性啊，只是说我们的妄想颠倒，认为那个数目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所以一切众生没有办法离开这些数据、语言、文字。所以佛陀在楞严经讲，万法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万法只是说一说，语言说都没有真实义。那真实义，真实义就毕竟空。所以啊，这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四大五音啊，六尘等，众生都只为实法啊。然此数量唯心妄执啊，所以就非数据。接下来数据非数据，这个为什么呢？哎，这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强调，注意哦。最后啊，有的人啊，把这后面这句删掉，这句删掉就完全失去意义了。这句在强调上面那一句，就是。这是众生的执着是很可怕的，数据非数据，而且数据非数据就是再一次强调世间的妄执，这个数量很难破，很难破。比如说你身上拥有一百亿，你也不得了，你觉得你很有钱。如果我们现在身上啊剩下几块钱，那内心里面心情就不好，因为金钱呢、啊、是很现实的东西。但是对于圣人来讲是没有这个的啊，一百亿是个数量，空无自性。
他身上拥有20000块，只要他没有重大的毛病，要看医生啊，要缴什么税啊，这是假设说，哎，他身上有20000块，他就会非常的知足。有的人当然连20000块也没有了。啊，当然这个就是论到业力的问题了，是说圣人的100亿空无自性，他不会执着这个100亿啊，就是剩下啊2000块10000块，他也是空无自性，圣人也不会执着于这个啊。当然我们所讲的是这解脱的人啊，没有任何的责任问题的人啊，就是已经不是像养儿育女，养儿育女没钱就是没钱了、啊，很现实的问题了哈。我们讲的不在这个角度论断，角度论断就是说圣人的100亿跟10000块的答案是一样的，它都是空无自性的，他内心没有贪，没有数量的观念，没有数量的观念，不会落入这种数量。所以这个叫做数计非数计，数计非数计。第一计是说，是吧，众生 执这些数目字为实法的，实际之法，实在之法啊，数量一直出现啊。这数据最后一句，数据非数据，就是再次强调世间的妄执这个数量不可生数多啊，4、5、6、7、8、9、10啊，100、200、1000、2000啊，10000、20000啊，数量不可生数，太多太多了。所以再一次的强调数据非数据，意思说众生的执着是很可怕的。